谢谢。不是床单，不是床单，谢谢了。一会儿我时间到了，就帮我抱下去就好了。谢谢谢谢，刚出现了一点小问题。下次不能让猫在我直播间，把它们扔出去就好了。谢谢，还有另一个曲子，啊，喜欢的可以点一下右下角直播通知哥哥，手机的关注在头顶上有个黄色的爱心小加号，可以点一下。看舞蹈，接下来就有三全网最专业、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我是雨朵，啊，我不是傣族的，我是上学的时候学的民族舞和芭蕾，然后已经不上学一年了，对，我已经一年没有练功了，然后很多人都说小肚腩什么的，不放弃，不要看这个、哦，我来跳下一个舞蹈啊，下一个舞蹈送给大家。啊、哦，基本功很好，谢谢，还好吧？谢谢谢谢吴昕，谢谢，感谢所有观众送来的礼物，谢谢。
现。都是汗。水开了，谢谢，喜欢的可以点个关注啊，喜欢的可以点个关注。哎呦，然后还有，我还有时间吗？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到时间了，把我抱下去就好了。啊啊，为什么后面没有妹子呢？后面没有妹子。好像还可以跳一个舞，可能一会儿我跳跳了应该就掉下去了，因为我刚刚掉线了嘛。那连跳半个小时，连跳半个小时我就死在这儿了，累死了。罚我跳一个小时，为什么？干嘛罚我跳一个小时？还有最后一个曲子啊，谢谢云烟，感谢所有哥们送来的礼物，谢谢。还能小跳一段，等一下官方大大直接抱我下去就好了。